坚持带饭上班第107天，共计花费3米。今天吃广味香肠、黄瓜炒鸡蛋。香肠是家里带过来的，水烧开后放进去煮熟就可以。这是妈妈今年才弄的，川味和广味都有。我今天先尝尝广味，先来一块，好吃好吃。腊肉香肠是我们川渝地区过年标配，就这样切好就可以了，超方便。下一个菜，黄瓜切成片，今天是速成菜，全程用时10几分钟哈哈。鸡蛋先炒了，这好像是鸭蛋，哈哈哈。黄瓜片倒进，感觉好清淡，但是最近真的没啥胃口，这丢失的位置到底啥时候才能回来？加点盐、鸡精、生抽，翻炒均匀就可以了，还是蛮下饭的。等过2天，我要搞点麻辣的来吃，还是再好好养养。装进便当盒，我看网上说要恢复2-3周，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啊，少洗澡，不要剧烈运动。来一块豆腐乳 ，OK， 装备带走。你们啥时候放假呀？洗洗白白了。